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愿一切众生成于大乘无所障碍，究竟成就一切自道。愿一切众生悉得上于一切自生，至难闻处无有退转。愿一切众生直入实行，随其所闻一切佛法，皆得究竟，荣无忘事。愿一切众生普为诸佛之所摄受，得无奈自究竟法，究竟诸法。愿一切众生得无次之自在神通，所欲往矣，一面皆到。愿一切众生往来自在，广行化道，令住大乘。愿一切众生所行不空，再以至诚到究竟位。愿一切众生得无奈成，以无奈自治一切处，是为菩萨摩诃萨施善知识，种种车施善根回向，无量众生功德具足，与诸菩萨等无有异。这一共有二十愿，二十回向愿，不是给众生的车，但是大乘，愿布施的时候没有障碍。布施有什么障碍呢？车呀是形容，乘就是车。当你施舍车的时候，发回向愿，回向一切众生学大乘法的时候不要有障碍。因为没有障碍过，你才能直至佛的菩提，才能究竟成就智慧道。智慧道嘛，就是菩提道。这个不一定说的是是车，车是形容。你得发好经啊，说是大白牛车呀，那就是大乘，鹿车呀就是中乘，羊车嘛就是小乘，说是有法的，在供养众生车的时候，就是供养众生法的时候，使得不发生障碍，众生啊能够领悟。在学法的时候才能成就自道啊。就像那个大乘法运载你到大乘，含义是这样的。在这一些经文呢，这有两品吧，说车乘都是形容布施的，但是这一个度啊不是布施度，是智慧，没说到智慧，都说的布施。布施的果，布施的果不要回向到福上去，回向到智慧上去。但是你没有智慧，你不能布施，
又以布施功德回向于智慧，使智慧啊更能增长。所以愿一切众生在你行动当中没有障碍。这个行动是什么呢？修行佛菩提的时候能够究竟达到。愿众生得有一切自成，这个直接说智慧，就是慧，就是智慧，称智慧到成佛。南碗处呢，究竟佛国是南碗处，永远不退转。你看一切众生知入实，入实啊是说的心，入实咱们一真法界吧，实际理地吧，是入实修行。就是咱们在修行当中，不论闻法也好，念佛也好，要入实修行。也就是说是老实，这个老实可不是咱普通的说哦，这个人呢很老实，也不大说话，不惹是非，这个不是这样意思。这个入实是咱们天天讲心啊，称你那无上的心，那个心呢跟佛是无二无别的，那就把它讲着这个入实就是真如字。你是真如字所修行的，那你所到的呢就是真如法，就是一切佛法。只要得到究竟了，永远不会退失的，不会忘失的。愿一切众生普为诸佛之所摄受，诸佛就是摄受众生的。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愿是他自己他的修行，他希望诸佛所摄受不要把众生忘了，实际诸佛都是摄受众生的。所以为了成佛道，成佛道的目的就是度众生，成了佛了度众生更广一些。发愿愿于众生普为智佛之所摄受，得无奈自究竟诸法。愿于众生得无退失自在神通，所欲往事一切皆到。就这文字料有差别，道理都是一样子的。这二十愿呢，都是一样子，是在文字啊善巧方便。愿一切众生往来自在，广行化道，令诸大乘。这是菩萨发这种大愿，愿什么呢？愿一切众生啊都能自在。这咱们大家都懂了，以身自坏，就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无蕴皆空，他才能得自在。就是当你观一切法，追求诸法的实义，以这法化导众生，一切众生啊都住大乘，当然就得到自在了。愿一切众生所行不空，以自常到究竟外。这个不空啊是说的智慧德用不空，不空而达到空，什么意思呢？人类到了自常，用智慧来修，乘智慧来修的，不要执着。不空是功德智慧，但是正得究竟佛果了，那是真空了。真空不空翻一下子，这不空即是真空，真空就是不空，怎么是这样的呢？智慧
称的智慧称。愿以上得无奈禅，以无奈字至一时处，是为菩萨摩诃萨识善知识种种处，上根回向。为令一切众生功德具足，与佛菩萨等无有异。这些个都要思布施所得的功德，十愿呢都相同的了，只是文字变化一下，这就善巧，菩萨的智慧善巧，说一遍又跟你说一遍，但是说同是一样的话，你就厌烦了，每句话都不厌烦，但是义理呢，义理还是一个，就是以布施的功德，但是能施的布施车，它是智慧。什么产生的智慧呢？回向愿，以这个智慧又发回向愿，由愿一些众生，这十种全要布施的功德，布施所得的智慧，发心回向愿都是相似的了，相似的就是大字是同，要是所种的福田在他院里说，要所施的车，这全是讲师的车呀，车型不同，施舍的心理不同，愿力也不同，随文配，随这个文字啊上的那个文字上配合的。其实嘛，你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以车的布施得称佛道，不是车，他自称佛道，又把这个愿发向给众生，回向给众生，愿我施车的功德回向给众生，愿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或者得一切智啊，或者南往无退转呐，或者自究竟啊，反而成佛。这是供养善知识，把车施给善知识。佛子菩萨摩诃萨以众宝车布施生时，宝车呀，现在是没有了，这没见到。如果是嘛，布施供上汽车，汽车有个牌子叫宝马牌，布施宝马牌的，跟那相似了。这些个，不要把它当成实景。是菩萨在这种因缘当中，就是佛在世时候，在印度时候也没有这些施舍啊，看那个印度的故事啊，谁拿这些车来布施了，形容词车表什么呢，车称是运载功能，运载功能是吧，当你学法，把你学法的功德就像那承运一样的，把这个功德呀回向给众生，那拿车形容吧，对，像这世间众生只是在佛经上说，金轮人轮铜轮铁轮在这个世间上的还没人看见过，可以形容飞机啊，飞机拿是钢铁，有时钢铁造的呀，但是那个毕竟是不是飞机。飞机也有轮子啊，大家看到飞机轮子吗，它将起飞得靠那轮子把它送上去啊，等它降落也靠那个轮子，就形容那个轮，轮是什么意思呢，
不停歇，永远不停歇轮子。一个运字不停歇，表示你要学法修法，要精进，说法无厌，像那车轮子似的。那就轮子它有碾，往前进的时候有碾，就是像你在这个进行当中啊，有些祸业，那就是障碍，把它冲破。所以你成大乘，没有障碍，冲破一些障碍。说这是以保车施善知识，要一个保车不是给僧，僧啊，僧保了。起学一切私心，布施的施啊，不是自私的私。说菩萨摩诃萨，待把车宝车施给僧的时候，佛法僧三宝，这个布施给僧的时候，那你得学学啊，学学什么呢？布施的怎么样用心？私心，施舍的时候，供养的时候，你要有个布施心，有舍心，还要有个智慧善了心，还要有学习怎么样是清净的功德心，还有随顺舍。生宝难遇，深信生宝，舍是正教，助圣自要，得位成友，这几种啊都要先学习。这是说车了，你是任何事物都要学。咱不是车，或者供养人家一本书，或者供人一个乃至念珠，随便什么物资吧。你要有一个善了心，有个净功德心。这个净功德心呢，可以讲咱们三轮体空，没有能死的，没有贪恋的。能死所思受持者都没有。这随顺舍波罗蜜，就是不是波罗蜜，随顺这个心舍，心里还想我能遇见三宝生宝，难找难遇啊。那把这个供养僧人，得大福田。还有深信生宝，在我们故事时候啊，这时候没有，往往的在你舍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心，那要学习啊。同时还有奢侈正法，这个是说你的字，字就是希望，就是愿，要的是得到，是吧？你自己的愿力想得到什么呢？得到未曾有，把未曾有说成什么？未曾有佛法。得到佛也智慧，生是佛传佛法的。为大思慧，布施是大思慧，一般的在印度说无折大慧，无折大慧啊，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不厌足，不厌烦。来求舍的，来求你就舍，来求你就舍，求什么都是。我心里想，那就跟他求啊，我要是在求涅槃了生死，那你舍给我吧，这只能跟佛求，这能产生无大功德。要相信佛教不可主坏的，
这个信心呢，咱们没有。听到一点这个风吹草动，对三宝不利的话，对三宝不利的事儿，哎，心里就嘀咕了：为什么出生这个现象？以善知识入世回向，产生了入相20个问题。又是回向啊，这20回都是回向。有张相在讲十回向嘛，这十回向是用智慧，有智慧的做回向的事儿啊，他都是解脱的。咱们没有智慧啊，回向有障碍，有束缚的。为什么？没学好。回向要有智慧啊，要善于回向啊。这个回向，十回向，比咱们讲健康品呐、多的多，多少愿呢？大家从开始学，开始学，得布施本身。完了，已经到智慧了，又说布施，重复啊，重复。但是这个是用智慧来回向，来回向。愿呢，就是回向，十大愿最后回向愿。这回向里包括前九愿，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最后回向就包括前九个愿，就具足了一个回向愿，具足普贤菩萨一切的恒愿。一个愿，愿必得果。菩萨发大愿是利益众生，实际上菩萨因这个愿他先成了。众生呢，咱们都在回向当中。那众生没有成，众生也入世学，也入世回向，谁学谁行谁成，不学不回向不成。咱们都受这些大菩萨、诸佛菩萨都给咱们回向过呀。那咱们能够学佛法，能够入佛门，也是诸菩萨回向的愿力、奢侈力。不过咱们自己也能入世回向，跟诸佛的回向结合，那就得度了，得度了。总说了。以助善根入世回向，入世啊，执法之词，指什么呢？指以下是20个愿，还没说呢，以下还是20个，就是20个，这20个无穷无尽的，愿现众生普入佛法，一时不忘，那么希望。希望一切众生啊，把你所学的、所闻的，佛说的觉悟的方法，你经常意念受持，持是不舍掉，不要舍掉，意念思想常时入这意念，不要忘记了，愿一切众生。离凡欲法入贤圣处，愿一切六生离开凡夫，凡夫的法呀都是欲辞的呀，人间的叫四法啊，咱们所有世间一切景象都叫凡夫的欲辞法，离凡欲法，入贤圣处，因为。这个是指着
是给僧人的，都称贤圣僧。贤者也没入圣外，没入圣外啊。那么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在这个僧人当中，这是圣人。南顶隐寺第一，乃至于出入佛门的僧人、落法受戒的，都算贤。那要是大乘究竟的，咱们现在讲来的实住、实行、实回向，都叫贤；实地叫圣。这个说的离凡欲入贤圣，是指是声闻缘觉成说的。愿一切众生速入圣位，能以佛法次第开佑。这个回向愿呢，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就初步说圣闻缘觉成的果位，深入了说诸佛果位，那叫圣位。现在华严经登了初地了，都算圣位。那么以佛所觉悟的方法教导开悟，使他们开示他们，使他诱导他们，将他们入佛道。愿一切众生举世尊尊重重，言必信用。愿一切众生诚恳，言必有行，行必有果，德必生信。以什么为宗旨？以重言信，言必有信。不说没信用的话，没信用的话就是妄语。这个举世不容易，说整个的世界上，要以此为重，这是宗旨，这是目的。什么重要？言必信用。这叫诚恳信受。咱们再深入一点，相信自己的心。咱们开始讲华严经啊，要有信心。说一切法时候不离开你的心，要信你的心，能信你的心了，他你这个心呢，就产生了微妙不思议的妙容。佛分是佛法甚深，广大无边，微信能入。有了信心了，能入到甚深的道理，能入到成佛。所以让一切众生类呀，一切众生类举世嘛，所有世间一切众生都能够以众言信为主。那么再说深的，所以佛法甚深广大，唯信能入。愿一切众生善入一切诸法平等。善入啊，善入。这个本来是拿车乘供养三宝，供养三宝的他的回向愿，把这供养功德，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一切众生啊能够知道进入诸法平等。那什么才能诸法平等？心呢？所以心，自己的心跟众生的心，诸佛菩萨的心平等碰顶。但是在迷雾差别大了。为什么平等呢？了知法性自性无二，自性就是一个，不是两个。所以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还是一个心，这样含义啊。
法界就是心，心生过才有万法的境界相，这样解释法界的啊。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有智慧，明白了自性味儿，了达自性，跟佛平等平等，那就成佛了。这个含义啊，还有转小向大了啊。华严经所说的小乘，就是把它都转了，到了菩萨乘了。这是供养僧宝的，僧宝包括菩萨僧啊，以及菩萨僧宝。那僧宝现菩啊，现僧宝像的，大家看到地藏王菩萨是现僧宝像了，其他的菩萨都现的菩萨像，是在家的，大多数，因为入世嘛，入世才度众生嘛。愿一切众生从于如来智境而生，众生众生是。众法和合因缘生结，诸法和合因缘生结，说咱这五蕴身呢是众法和合而生的，能够这样的知道，但是呢，我们一个从众法所生，一个从如来的自性所生，因为前头能够知道诸法平等了。知道诸法平等了，那下一阶段，那随顺一切众生，那一切众生啊，围着如来的戒行而能升起，又回向佛国，回向一切众生都能够趋向于佛国，把这众生啊都调伏在如来的身边，就是。所以所供为养，愿一切众生从以如来自性而生，是吧？把它调顺了，能够啊以佛法而生，佛法就是自性而生，所以三宝欲化众生，众生从三宝而生，就是从佛所说的法。来化生，这叫如来的智慧境而生的，所以为调伏者把他都能调伏，为收摄者都能把他摄受，说调伏众顺人所共为要，所共为要调伏佛所调伏这一切人一切众生为要祝福，因为这些个众生都是佛的智慧经而生的，但是这也是愿呢啊，供车发生的大愿，别把根本离掉了。愿众生助力严法，灭除一些烦恼尘垢，愿一切众生住清净法。他文字关系，他不说住清净法，他说离眼，离眼不是清净吗？住离眼法，这都是文字上的。你读经啊，看他的道理，不要看他文字，文字那个翻译，表示文才，表示对文才啊。但是道理就这么一句话了，住离眼法，住在清净法上，那清净法上呢，就没有烦恼了。有烦恼有尘垢就不清净了，就是严法，要离开这严法，助力清净法。愿一切众生皆得成就无上生宝，因为这个题目是供养生宝的车，那么就是供养生宝的车，要愿一切众生都能成为生宝。佛说的说的生宝，不是指哪一个生的，生宝里头包括菩萨生，罗汉、毗支佛生，乃至我们凡夫，
凡夫生，那么都能成就无上圣宝呢，就是离凡夫的无圣贤众。什么圣贤？愿众生勤修三法，得无奈自，具圣功德。这个大家都很明白了，修习三法，三法里头就含着无奈自圣功德。你修三法时候就能够达到无奈自，就能成就圣功德。愿愿众生得智慧心，不着三思。有智慧的人呢，他不执着过去、现在、未来；没智慧的人呢，执着，执着的事儿很太多了。像到老年人，老年没用了，他不说老年了，他说当初，前30年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执着。怎么样？怎样没有了？过去了还有吗？那未来呢？未来还没来呀、啊！未来他就执着上了啊！我说大学毕业，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对社会做贡献？我说的可多了，那是希望，不是事实。那还没来呢，希望不能变成事实啊！咱们这愿力，每一个学佛人都愿成佛，但是这个过程太长了，愿是一回事儿。你满了愿，又是一回事儿。愿学众生勤修善法，得无奈自，具圣功德。但是嘛，勤修善法，就靠自己啊。希望勤修三法，咱们这现在是文，咱们现在什么呢？勤学三法，勤学，学完了解了，解了就明白了。解是怎么解的？是学来的，学来的可不是挣来的。完了也得修啊，修德才能正。对于善法呀，要修的时候不要懈怠，要精进。精进了就是行了，行了才能得到无奈自。无奈自就是智慧啊，没障碍，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知道，能够断无明，正法身，这就无奈智慧。那才能成就圣人的功德。愿学众生智慧心，不着三思，因为有前头这圣功德了，你得到佛的智慧了，你那心才不执着过去、现在、未来。你说这个不执着很难呢？为什么说它难呢？咱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入灭了，这叫佛后；弥勒菩萨还没生，这叫佛前。八难当中就佛前佛后，前佛灭盘了，后佛还没来，你在这空档当中你出世了，就无佛时代。无佛时代，尽管你发怎么样的心，难得遇佛。释迦牟尼佛晓得众生的愿望，他也说了：“东方琉璃世界，你可以求生啊。”最多说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佛现在住世，你在这个横超。这是横超，得是这个世界啊，到达那个世界去了，横超的。得这个世界呢，就是顺生，顺着升降，真像你达不到，现在你就是来升到极乐世界去，
那也都遇佛了，那个一时候你这心呐、那个、智慧心呐、才能自在啊。佛经上往往的形容着自在是王，凡是一说王者就是自在意。我看我们这个中国这些王啊，不论满清从陶朝从汉朝开始，哪一个王自在啊？是权力是大不自在啊？没有帝王，没有生的，没有生的苦，老还等不到老就人杀了，劝劝都为了不自在啊。不要发愿当国王，说是王自在，王不自在啊，要么心自在，心王自在。自在入什么王呢？入法王，法王自在。天王还有烦恼，有烦恼，他有无明啊，他有习气啊，只有法王才自在。大家看看历史，看看小说，哪一个王自在啊？地藏王自在，法王自在。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日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施籍，享寿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心生善念，拯救一村。张医生是一位乡村医生，他人好心善，不但帮助小山村的村民们诊疗病痛，也时常还会救助一些受伤的小动物。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吃了这些药很快便会好起来的，不用太担心的。张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了，有你这句话，我晚上就可以好好入眠了，要不然这几天晚上我都担心的无法好好睡觉的。哎，张医生，你家里有养猫或者是养狗吗？没有啊，我家只有院子里养了几只鸡而已。
但我怎么听到外面好像有什么动物在挠门呢？就像小猫小狗一样。我也听到了，应该是一只猫吧。咦，这究竟是谁在挠门呢？我出去看看。张医生来到门口，打开了大门，只见一只黄鼠狼正趴在门口。他看到门开后，便抬头用双眼直直地看着张医生。哎呀，黄鼠狼，他好大的胆子，大白天的都敢跑来偷鸡，赶快打死他。张医生，你闪开，让我来。等下等下，你不要伤害他。张医生，我知道你心肠好，但是对黄鼠狼可不能心软啊，一定要将他打死的，不然会后患无穷的。是啊，这家伙就知道偷鸡吃，可不能轻饶了他。可是这只黄鼠狼来到这里后，并没有偷吃我家养的鸡啊，而且你们看，他的腿有伤，我想他应该是来寻求帮助的。哎呀，这家伙竟然能听懂我们的话呀。难道是我们误会他了？他真是来求助的？你是想让我给你医治一下受伤的腿吗？等下，我去拿药箱来。还好你的腿没伤到骨头，不过伤口周围感染得非常严重。来，先让我帮你把伤口周围那些坏死的细胞清除掉，会有一点痛，你可要忍着啊。天啊，这个家伙也不怕自己被一刀宰了，他竟然如此信任张医生，真是不可思议啊。看来张医生的慈悲之心，就连黄鼠狼也都有耳闻，所以他才敢冒险来这里寻求帮助。是啊，张医生他就是一位活菩萨。此时张医生已经用绷带将黄鼠狼的腿伤包扎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慈悲心的，哪怕是动物也是一样的，不过很多人不认为动物是慈悲的，因此对待它们非常粗暴。人类的粗暴让动物们也会学着粗暴地对待人类。如果人类愿意对动物展现出自己的慈悲心，那样的话，动物也会对人类展现出他们爱心的。或许别的动物会有慈悲心，可是黄鼠狼对我们也会有吗？要知道，他们可是最先粗暴地闯入我们地盘偷鸡吃的。如果不是饿得没有办法，他们也不会来偷我们的鸡。我希望大家以后对他们能宽容一点，他们也会感恩于我们的。嗯，好吧，希望他们会感恩，不再来我们村子里偷鸡吃了。我想这个家伙以后不会再出现在我们村子里了，如果他还来村子里偷鸡，那可真是以怨报德了。嗯，放心吧，他会心怀感激的。以后你要是没有东西吃，可以来找我，我会帮你的。你可不能偷偷摸摸地来到村子里吃鸡，听到了吗？好啦，你走吧，我已经给你伤口敷上药，过不了多久，你的腿就会痊愈的。天啊，这只黄鼠狼真是成精了，它竟然什么都会，真是不可思议。其实黄鼠狼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只要我们大家对他们施以善心，那他们必然也会对我们和善。嗯。然而，这只受伤的黄鼠狼并没有离开村子。几天后，几位村民在村子里又发现了他的身影。昨天，我在村里的晒粮场那里，看到了那只腿上缠着绷带的黄鼠狼。那个家伙竟然还没有离开我们村子。哎呀，他不会还想找机会来我们村里偷鸡吃吧？这个家伙难道忘了张医生是怎么帮他的吗？当时看他的样子是那样诚恳，好像再也不会来村子里一样，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还没走，还待在我们村里。是啊，当时那只黄鼠狼看起来非常通人性啊，你不会看错了吧？你看到的真的是张医生救过的那只黄鼠狼吗？他的后腿上缠着绷带呢，我怎么会看错？肯定是他，没错。
你们刚才说什么？后腿上缠着绷带的黄鼠狼？是啊，如果是绑绷带的那只黄鼠狼的话，那就是被张医生救过的。我刚才就在晒粮场那里看到他钻进了一堆草丛里，我正准备拿工具去抓他呢。哎呀，这么说那只黄鼠狼真的一直住在我们村子里，这个家伙不会想恩将仇报，等伤好了再溜出来偷鸡吧。走，你带我们去看看，不管是不是那只黄鼠狼，我们一定要抓住它。我家养的鸡刚刚开始下蛋，要是被黄鼠狼咬死可就糟了。大家拿着工具，我这就带你们去。我就看到它钻进那里面去了，大家仔细找找。众村民直奔草丛走去，然后四下分开寻找着。哎呀，你们快来看呐，这里有一窝小黄鼠狼啊。那只黄鼠狼真是可恶，张医生救了他，他不但没有搬走，而且还在村子里安家，生了一窝小崽子。是啊，等这窝小黄鼠狼长大后，我们村子里的鸡可就遭殃了。我们可不能让他们祸害我们村子。我看趁现在他们还小，我们就把这些家伙打死算了。对，以防万一，我们现在就把他们打死。就在众村民将这些小黄鼠狼团团围住，准备用手里的工具将他们打死时，那只后腿上缠着绷带的黄鼠狼慌慌张张地窜到了那窝小黄鼠狼和众人之间。他瑟瑟地注视着大家，然后竟用两只后爪支撑着身子直立起来，两只前爪合在一起不停地上下摆动，就像人们的拱手作揖一样。天啊，这只黄鼠狼竟然又对我们作揖，它可真是成精了呀。怎么办？我们再放它一次吗？为什么要放过它？我们连它一起打死好了。要知道，将黄鼠狼留在村子里可是会灾祸连连的。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是张医生啊，你快来看啊，你救过的那只黄鼠狼它竟然还敢留在我们村子里，而且他还在这里生了一窝小崽子。哎呀，这个家伙知道张医生心善，所以就又来求他了。张医生，你可不能被这家伙骗了，你看他竟然在我们村子里生儿育女，以后这些小黄鼠狼长大了可够我们受的。最近我们村子里可有鸡被偷吃？这倒没有。这就对了，这只黄鼠狼已经答应过我不会偷吃大家的鸡了，你们干嘛一定要伤害他们呢？张医生，他是答应过你，可是这些小家伙呢？他们长大后可不一定也那么通人性啊。是啊，张医生，把这么多的黄鼠狼留在村子里会后患无穷啊。哎，你们一家留在这里让大家很不安心，今天我们也不伤害你们，希望你们能离开村子，可以吗？啊，张医生，你要放他们走？是啊，你们也看到了这只黄鼠狼这么通达人性，所以大家就不要伤害他们，就让他们走吧，他一定会遵守自己的承诺的。嗯。众村民闪开了一条路，黄鼠狼前爪合十，朝着众人拜了又拜，之后他叼起一只幼崽跑开了。没多久他又跑了回来，又叼起了另一只幼崽跑走。就这样，这只黄鼠狼将幼崽一只只地叼走后便再也没有回来。一年过去了，村民们再也没在村子里看到过黄鼠狼。阿兰，听说你新养的那些鸡也开始下蛋了，你怎么一下子养了那么多只鸡啊？最近鸡蛋价格一直在涨，而且村子里又没有黄鼠狼，我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大赚一笔嘛。是啊，自从去年我们放走了那一窝黄鼠狼后，就再也没在村子里看到过黄鼠狼的身影。是啊，
看来正如张医生所说的那样，黄鼠狼真的是通人性啊。黄鼠狼怎么可能通人性啊？我看他是怕我们在遇到他后将他们打死，所以逃离了村子。不管怎么样，村子里没有了黄鼠狼，我的鸡就安全了。过一阵子我打算扩大规模，建一个养鸡场呢。众村民说话间，天色越来越晚，人们渐渐散去，住户的灯也都纷纷熄灭，整个村庄进入了梦乡。就在这时候，一大群的黄鼠狼成群结队地跑进了村子，他们不停地抓挠着每一户人家的大门。怎么回事？三更半夜的，是什么东西在抓门啊？村民打开门后，一眼看到了门口正站着两只黄鼠狼。哎呀，黄鼠狼，快拿木棍来，黄鼠狼来偷鸡了。顿时整个村庄沸腾了起来，家家户户的人都拿着木棍铁锹跑了出来。张医生此时也跑到了街上，他看到了手拿工具的村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张医生，黄鼠狼进村了，非常多呀。对，这些家伙一定是来复仇的，我就说当初应该把他们打死才对。我们并没有伤害他们，他们又为何要报仇呢？我想今天村子里突然闯进来这么多只黄鼠狼，一定有别的原因。张医生说的没错，这些黄鼠狼跑进村子以后并没有偷鸡吃，而是像去年那只受伤的黄鼠狼一样抓挠我们的门，等我们打开门后，他们却转身跑开。我想他们会不会又是来寻求帮助啊？哦，寻求帮助？难道说这群黄鼠狼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才迫不得已跑进村子里来？听你们这么一说，也是有可能的。他们跑进我家院子里后，的确没有跑进鸡舍里偷鸡，而是抓挠我的门。走，我们跟着他们去看看。说着，张医生跟着那群黄鼠狼跑去，众人也紧跟其后。就在村民跟着黄鼠狼跑到了空旷的晒粮场时，突然天摇地动，地震发生了，村子里的许多房屋顿时倒塌下去。天啊，如果我们没有跑出来，那很可能被压在倒塌的屋子里。是啊，多亏了那些黄鼠狼，今天是他们救了我们。众人一起朝着那群黄鼠狼看去，那群黄鼠狼此时已经钻进了草丛，消失不见了。黄鼠狼，谢谢你们，是你们救了大家性命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